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简要新闻，我是安培。十月十号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在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武昌，意见人士和访民被监控。武昌的首义纪念馆附近，武警部署严密，老百姓无法接近。 据在武汉的意见人士秦永敏告诉本台，在辛亥革命纪念馆附近，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到处都围起来了，旁人都没办法接近。秦永敏说，一些意见人士和访民被公安监控，上网也受到了影响。 上海的民运人士何永全周日到杭州拜访刚出狱不久的民主党人士吕耿松以及高海兵等人，但在吕耿松家门外被当地多名国保人员劫持，一同被带走的还有到门口迎接的高海兵。据了解，高海兵在被关押了近五个小时之后释放，而何永全被带走后仍无下落。 居住在美国的大陆民运人士杨建立上周五试图进入香港，但遭到港府的拒绝，被前往台湾。他在台北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表示，十月十号，他以中国民间人士的身份参加在台北举行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两艘搭载十三名中国船员的商船。 十月五号，在金三角湄公河一带被一批不明身份的泰国武装人员劫持，在与泰国警方交火后，武装分子弃船而逃。据新华社报道，中国的十三名船员全部遇难。负债高达人民币二十多亿元落跑美国的浙江温州眼镜大王胡福林。 已在本月初返回中国大陆。知情人士向大陆媒体透露，今年初出现资金危机以来，已有九十多名温州老板负债出走，目前有三人返回。《新京报》报道，北京一家黑心工厂用有毒的漂白剂漂洗豆芽。 该黑心工厂位于北京房山区良乡大南关村一处废弃的院落内，商贩使用一种名为连二亚硫酸钠，俗称为“保险粉”的化学物漂洗豆芽，出来的豆芽色泽亮白，卖相大增。以上就是今天的简要新闻，我是安培，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